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三二十四小时全网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露露。对，然后我是本档的接档主播。然后喜欢九九三的，我们记得预约一下屏幕左上方五星五星嗨翻天的直播通知，还有露露的直播通知。加特林，最后一首歌好不好？先叫我骗一波心来。把这个星星点到2000颗，给大家跳加特林。把下面星点一下，把下面星点，帮洛洛点一下星 ，thank you。然后大家把直播通知，洛洛的直播通知勾一勾，然后我们选一下第一首歌。加特林，你放心，一定会给你们跳的。对，今天加特林是跑不掉的，是因为一定会跳的。然后给大家选一下第一首歌。大家把想看舞蹈扣在公屏上，第一首歌。怎样？第二首歌 Kiss Kiss， 第三首歌 Love Song， 加特林压轴好不好，宝贝们？三、二，好的，第三首歌 Love Song。好嘞，上一个主播刚跳完加特林，你们还没有完事儿啊？那你们厉害喽！然后给大家跳一首 Love Song 送给大家，喜欢大家点点关注，点点心，点点直播通知，把星星点到2000颗，一会儿给大家哒哒哒。好嘞，喜欢洛洛记得勾直播通知哦。哎，不是这首歌。
给大家是要跳点心点到200克，给大家跳加特林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最后一首歌我们给大家跳加特林，这时间还长，还有很长时间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拉一波关注，拉一波关注，大家想看喜欢看加特林的宝宝，洛洛的主页上有神曲，有上传神曲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可以关注一下，然后把下面心点一下，谢谢大家啊，关注主播给你跳加特林没有毛病，老铁。好的，然后给大家跳个加特林吧，然后把这个帽子摘一下。Oh yeah.刚才有宝宝问这是什么歌，这首歌叫 Kiss Kiss， 金贤重的 Kiss Kiss， 两个 Kiss， 有首韩文歌，大家喜欢的可以就是搜一下，或者去我直播间，我告诉你。然后公屏上哒哒哒走起来好不好？哒哒哒哒哒，冒蓝火的。
苍凉哥送的小礼物，一会回直播间给你卡个红马甲，然后大家把路关注点一下，下轮麦序啊，我再。